说什么是为了全人类，你自己怎么不去？心底里的是我，我。就算你逃去未来，你也逃不掉这份罪孽。我不是这样想的。 陈博士，大驾来到公元2269年，我是 IAA， 代表联合国太空开发署，将您从冬眠中唤醒。面壁计划成功了，人类成功建立了对三体人的威慑。等未来三体人的舰队到达太阳系之后，我们也将共同生活下去呢。